最近一直忙着到各地举行有一种精神叫萧敬腾世界巡回演唱会的老萧，全新爵士专辑也在上个月发行，人气越来越旺，在内地更是受到热烈欢迎。八日，萧敬腾一身白色西装帅气为某著名品牌口香糖代言，在片中更要秀出小提琴技艺，让萧敬腾大为头疼，在现场现学现卖起来。在这边嘛，对，来就回来，就回来，一样。接着练三。而广告内容也为了贴近老萧生活，特别选在歌手演出的后台，萧敬腾被女主角手中的口香糖吸引而产生互动，现场他也被众多美女围绕，着实艳福不浅。而广告中的乐队更是萧敬腾世界巡回演唱会中的合作伙伴，拍起来自然得心应手，合作愉快。今年上半年，萧敬腾除了接下口香糖代言，之前也接下名车代言，两支广告都是2000万台币的高价，人气着实当红不让。